时候，清明是中国人每年最重要的祭祀祖先的日子，慎重追远，明德归厚。祭祀是怀念祖宗，效法祖宗，继承祖先的美德。它确实带来醇厚的风俗，对社会长治久安、富强安乐产生很大的效果。现前这个时代，天灾人祸越来越显著，大家害怕了，怎么办？三四岁的小朋友，他遇到困难，不能解决了，他怎么办？他一定去找他爸爸妈妈求助。我们今天也一样，遇到困难去找谁？要回头找老祖宗。中国老祖宗是谁？三皇五帝，尧舜禹汤，孔子孟子，老子庄子。老祖宗在哪里？留下来这么多的典籍，那是老祖宗的教诲，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大根大本，是孝敬两个字。孝用父母做代表，亲用老师做代表，对一切人事物都懂得尽孝亲切。老祖宗的智慧，老祖宗的经验，老祖宗的方法，老祖宗的成效靠得住，不是假的，经得起历史的考验。我们认祖归宗的时候到了，千万不要瞧不起祖宗，还是老祖宗那一套，比现在人厉害。现在人怎么比都比不上他。老祖宗是绝招，他的本事是什么？明心见性。传统文化古圣先贤所教的，佛菩萨所教的，完全是随顺心的，没有丝毫违背，所以它是圆满幸福的，带给我们身心健康，家庭和乐，天下太平，风调雨顺。你要不随顺，
给自己带来的疾病，对居住环境带来灾难。灾难怎么起来的？居住在地球上，这些人心念所感应的一切法，从心想生。我们的身体乃至于山河大地都跟着我们的心态情绪在产生变化，我们的心念随顺心的就没有一样不好，这是化解一切灾难真正的道理。怎么随顺心的？听老祖宗的话，把孝心尽心找回来，把五伦五常四维八德统统做到。念佛人我们能够把它一切万事万物都看成阿弥陀佛，就是圆满的随顺阿弥陀佛，是信德的名号。一切法都是自信变现的，念阿弥陀佛不但在这个地球上，在变化界虚空界都是第一利益，无比殊胜。这句佛号能破一些魔障，这句佛号能化解一切灾难。遇到困难，你就念这一句佛号，死心塌地靠定阿弥陀佛，其他的根本不要想他。你想他有，他有；你想他没有，他也有。只要你想他，你只要有这个念头，外头境界就跟着你的念头转，就跟着身体生病一个道理。你天天想他好，不见得他会好；你想他不好，病会恶化，都没办法痊愈。什么方法能让病痊愈？不是的，根本不要去想他。过年一两个月再检查，没了，病不见了，也就是说你想他不想他都在照顾他，你心里头有他，你没有想他，心里不照顾他，等于说需要养他的养分断绝了，他自然就死掉了，境随心转。大乘经讲的太多，
我们懂这个道理，但是要做到才行，要落实。我们天天念阿弥陀佛，天天想阿弥陀佛，知道在这个事情什么也带不走，无论好事坏事都是一场空，不再想这个世界好事坏事，一笔勾销，把自己身心性命全都托付给阿弥陀佛。电话，佛教我们怎么做，老老实实去做，信愿之名，求生净土，这一生只有这一个希望，一个目标，其他全是假的，统统应该放下。真正念佛人，没有私自私的，没有名闻利养，没有无欲六尘，没有贪嗔痴慢，处在当前的社会里，不惊不怖，清净慈悲，一心为众生服务，你做医生，你是医生菩萨；做护士，你是护士菩萨；经商的，你是商人菩萨；家庭主妇，你是菩萨主妇；你做工，你是菩萨工人。你参者，你是菩萨在管，菩萨过往。无论你在社会上从事哪个行业，哪一个岗位，真正是造福社会，造福人群，利益一切众生。六根对六人境界，心里头一尘不染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，只有一个念头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等待阿弥陀佛来接引，这就对了。我们对人、对事、对物都要遵守祖宗的教诲，佛菩萨的教诲，祖三教圣人的传人，真正落实集绝学，开太平，认真努力去做，这是纪念清明节真正的意趣。希望与诸同学们共同勉励，谢谢大家。